这时候麦上来发书和笔的时候，看到了小孩子，他全身都是泥土，然后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。今天到这里来发衣服和鞋子。你几岁了？他几岁啊？他六岁。你呢？十二岁。你十二岁，你呢？十岁。十岁啊？哇，好棒哦！好。I do.